这笔钱是咱们两个的，别他妈跟我装了！我这是为了咱们两个好。他是你女朋友，对不对？那你他妈还废什么话？要杀我就干脆点，要不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真以为我会让你死的那么轻松？把你交给老大，钱是我的，人是我的，堂主也他妈是我的。 别的咱都不都说了，来来来，哎，今儿他妈这单活干得真他妈漂亮，哎，多少都没见有这么漂亮的活了。咱再干一单大的，嗯，好好说，好嘛，再干一个，来吧。咱干吧，听不过操，这还是个娘们儿呢。这回咱他妈装是个娘们儿。
我救了他，他却不知道。值得吗？17, my father said to me